不幸的消息，总统马英九的大姐夫，也就是马以南的先生冯丹和，传出今天清晨病逝在台大医院的不幸消息，享年77岁。冯丹和呢，在5月5号是在马总统母亲出殡当天出席送岳母最后一程，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在媒体前露面。根据了解呢，冯丹和因为心肌梗塞，上个星期紧急住进了台大医院，经过急救，虽然暂时维持住生命，但是呢，状况一直都没有好转。而在家人的同意之下，今天早上拔管，希望能够让他安详、完美、尊严的离开人世。目前呢，已经移灵到了台北市第二殡仪馆，追思会将会在6月22号星期天的下午2点举行。